舒淇，作为你这个指导教授，真的要很重要。以后我们要指导学生要很注意。如果这个学生毕业了这么多年，毕业了20年之后，提醒他们选总统的时候要怎样？对对对对，还要去照顾一个学生说，啊、哎，你这个不合格，那当初的论文怎么口试过的，我都搞不清楚了啊。所以舒淇舒老师真的很辛苦，照顾学生，照顾这个30年，哎、这叫售后服务，售后服务还有30年，好，东西卖出去之后还要售后服务啊，这个是很辛苦的事情。所以我觉得舒老师您辛苦了，但是我必须要讲，就是说。韩国瑜讲了，台湾安全，人民有钱，我们安全。第一个，台湾的安全跟美国是很密切关系，我们的美武器都是跟美国买的，我们跟美国之间的安全的保障，还有台湾关系法，是跟美国息息相关的。所以你今天去不了美国，第一个，你台湾安全过不了；第二个，人民有钱，台湾跟美国有非常密切的贸易往来。我们最近看到芭乐放到卖到美国去了。大家都很高兴。不止如此，台湾的高科技跟美国之间的互动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，台湾跟美国基本上是台湾第，但是美国第十个大的一个贸易的一个往来国家。所以从这两个理由来讲，韩国瑜，你说你要打安全牌，你去不了美国，你打什么安全牌啊？谁相信你的安全？你的安全是来自于你进了中联办吗？你的安全是因为你可以跟国台办有直接沟通管道呢？还是你如果你跟美国没有办法有直接的联系的话？那这个安全牌我看打不了。他说要给大家带来安全感，我看无法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台湾跟美国的安全联系太密切了。蔡英文在2015年6月份的时候去美国访问，那时候2016年要选举，他见了谁？他见了美国当时的副国务卿布林肯，还见到了美国的助理国务卿罗素、董云桑，还见了美国的国防部的副助理部长，还见了美国贸易代表署的副贸易代表。包含了军事，包含了国防，包含了外交，包含了贸易。他那次去获得美国高规格的接待，还到了美国的 CSIS， 就是美国的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发表演讲。这个是他后来2016年能够当选的一个很关键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家认为美国人认为蔡英文他可以维持两岸的和谐，维持两岸的稳定，这是美国给他认证的。刚才这个有民说了，2012年那时候蔡英文到美国去，美国那时候认为马英九是两岸关系稳定的一个领导人，所以说那个美国是认为是支持马英九的，所以那时候蔡英文到美国去访问多惨，你知道吗？隔天要跟美国国务院的官员见面，他不知道对方什么层级，就美国当然欢迎你来，但是我还是会看你的表现。当时蔡英文讲的台湾共识，美国认为说太空泛了。不理解，所以后来他跟国安会的官员见完面之后，跟他见面的国安会官员立马就跟当时英国金融时报说，蔡英文的两岸政策，我们美国不太理解内容是什么。所以就比如说，当时有提前泄题吗？对，那个也造成蔡英文没有泄题，但是美国已经泄题了，他可以好好准备。所以美国的表现就是告诉你，我们美国人欣赏谁？那这会影响什么？影响中间选民，影响这个所谓的知识选民。所以蔡韩国瑜真的不去，我必须要讲，为什么洪秀柱会说你不去很糟糕？中间选民会跑掉，他本来就没有中间选民，他该放弃了，本来就没有中间选民，放弃了。但是问题是，你这样怎么会让更多人支持？